最强的大哥大姐朋友阿姨叔叔好，那我是佳明，那今天感谢我们的阿龙大哥，谢谢这个千禧舞台秀，那给我佳明这个机会来到这里，再次来到这里可以唱给大家听，那也同样感谢这样所有朋友辛苦你们都抽空时间来到我们的这里。好，那既然大姐点唱这首，我们老师就安排一下，要直接来吗？可以齁，好，可以，谢谢老师。那就送上，红包都收了要唱啊，对不对？反正我是会唱。好，送上这首泰国神曲，那有华语版的，先给大家一首《跟我约会吧》。
国歌曲献给大家。